台湾泡泡澡，了解台湾的文化和文明。李上高，大家好，我是渔夫。今天要带大家来参观一个台南的凤山局。凤山局当然就是日本话的火烧局骨嘛，那么另外呢，要带大家来吃迄个台南吼，吃有的这种碗吼，用碗装的这个米糕。来，咱先来看这个台南的这个火烧局骨吼，放送局。放送局是咧从啥呢？因为伫日本时代呢，有一个叫做奉上学会。奉上学会呢，总共有六个奉上局。啊，奉上局当然就是咧做公报就对话啦，哈。用到这个中国话来讲就是公报。那么，这间伫1932年就起好啊。啊，目前是咧做是南门电影书院。那么，伊伫昭和7年啊，是伫这個南门顶的时阵啊落成。这個、日本人哦。在因个日本时代啊，这种诶，亲像公报啊，甲早期诶国民党话拢同款啦，吼，亲像公报啦、电影啦，这种是一种宣传诶工具，所以拢掌握伫即政府诶手中。那么你若是迄时阵要听到即奉上局诶，即奉上，安尼吼，你爱去买垃圾哦，吼，啊，你买垃圾哦，就收音机啊，买迄个收音机吼，啊，你来定期定期刷咧呢，你该交即月费啊，月费就是一即。看电影啊，听广播的这个钱就对了吼。那么再闹呢，中人是叫国民党啦，最是因中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就对啊。那么变作是东山啦吼，而且国民党的东山这个也是国家的财产，伊都分袂清楚嘛吼，伊反正是党国合一嘛。那么这栋呢，你要看伊砌起来啊，是真属于这种河洋混搭式的建筑。另外是这個日本式的这种混合，下边就有种像讲八角窗啦吼，较飞旋，较迄种欧洲哦洋式的这個风景哈，所以就整栋砌起来哈，刚刚哈真水。那么到尾啊呢，这個、台南广播电台也是中国广播电台啊，台南分台哈，至今啊伫1997年迁出，所以有一站变作是台南的这個基金会。的所在，到了2010年的时阵啊，伊这个整个改修复，修复了，即马大家当入去内底个参观啊，行，咱来去参观。这个所在是台南市的南门，在日本时代伊叫做台南凤山局。日本时代有5个广播电台，由着台湾凤山学会管理，设了6个凤山局，台南就是其中一个。这种作品代表了台湾这个现代主义建筑的过渡期。还有一个采取了河洋混搭式的空间设计。因为外表是非对称性的，外靠的瓷砖跟着它的颜色搭配拢真水。楼是玄关，二楼则是办公跟着公布的空间。整个改看起来，伊并不是迄种纪念性的建物。想想甲看起来是一栋真有欧洲风格的主体。建后由着国民党嘅东山中国广播公司所占领，一直到1997年，伊才迁出去。台南凤山局在1932年的时阵，伫南门顶落成。目前规划成台南市南门电影书院。顶悬天花板遮个木材是利用砖灰擦箱甲伊搭起来的。你啊看遮个 VHS 的录影带，即马拢一定是变作古董啦。当然啦，我已经该画出来了。你也是在日本时代吼，要听到这个广播啊，哈！啊，我头先也讲过，你爱买迄个垃圾哦，垃圾哦，你都爱定期，定期政府就会给你收钱。
但是呢，有一个例外，就是讲你那是第一种辣椒，就是讲伊个辣椒豆，就是一种火烧豆啦，哈、哦，放上头。咱台湾人有一句讲，哎呀，你这人亲像迄个放上头安尼，哈、哦，哎呀，放上头的意思就是讲，伊会伫个公园遐种一种啊，真特别的哈，算讲一个亲像日本的灯笼安尼啦，啊，这种的哈，啊，你得来放迄个音乐出来，放因的这些广播节目。啊，你也是听到迄种广播节目吼，啊，当然就免钱啊，唔是用迄个垃圾听的啦吼。那么，再个咱来讲台南人的创作料理，我一定啊，讲几啊礼拜，你讲啊，因为台南的创作料理实在是太多啦吼。来复习一下，瓜茶帮，哦，瓜茶帮，啊，这大家嘛拢知啊，萨卡里巴内底有一间，哦，啊，这个呢，啊，是这道菜名是新芽，啊，再个呢，回调，回调就是因为伫这個台南嘛。啊，正宫呢，有伊是沼泽区的阮，所以呢，我老真侪这种弹涂鱼。佮个即碰饼，啊，咧碰饼就是台南人的月来面、月来饼，哦，用麻油来煎，佮拍十两落去，还、啊、好。即个是啊，虾仁饭，虾仁饭用的是火烧虾。那讲过啊，啊，即马即个虾啊，愈来愈少啊咧，惨啊！啊，即马火，即个虾仁饭会走味去咩？佮个呢，即是咱的米糕，哦，啊，即呢阿伯啊水。哦，啊，这啊，当然，就大家拢足知影，叫做沙目鱼梅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是咱的虾仁肉丸，啊，这个呢，啊，是头头鱼羹，那么这个是牛肉汤，啊，这个大米，啊，这个鸡卷，哈、哦，啊，鸡虾卷啦，哈，啊，虾卷虾卷，鸡卷呢是安尼啊，鸡卷内底无鸡，伊是鸡出来物件，改卷起来，才是叫做鸡卷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迄、那个啊，小卷啊米粉，哈、哦，用个大颗米粉真罕见。玉米叉鳝鱼，这个下边这个现只用石头啊，来去啊烘的这种啊啊番番麦啊吼，我那是为台南开始。那么今仔来要来讲啊一碗米糕吼，而、啊、且、这个、米糕呢，普通咱看到的拢是用这种冻的米糕，但是伫台南无同款呢，啊，就是一碗米糕用碗来去蒸的，啊，现在用碗来蒸呢，听讲有一个人啊，伊去到嘉义看到人咧卖这油饭。咱若是菜市仔内底定看到人安尼切油饭有无？啊，切一碗一碗互你食。伊是讲，嘿，啊油饭呢会当安尼切，啊是安那米糕会使安尼切。所以伊回来了后呢，吼、哦，总家己伫遐想，哎，想讲我大概吼应该安怎做，再个人无同款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一碗米糕顺序是由台南人开始吼，台南开始卖起。啊，你啊，比如讲你去到台中的这個清水，台中的清水呢，有一个叫王塔米糕。啊，这伫1933年的时阵，台中是一个木工王塔，啊王塔吼，伊都唔是遐侪木工的生意通做，所以伊家己就走去啊做这个啊冬阿米糕，啊佮佮强调迄个台中遐真侪种蚵仔干糕难做伙，所以呢变作是一种冬阿米糕。不过冬阿米糕吼，可能是为福州过来再创作，啊咱台南的这就佫无同款来看遮，你看伊这有鸡粉，吼鸡鱼的这个。啊，鱼酥就对了啦，哈！啊，这呢是咱的这個米糕，吼，啊，有放迄个黄瓜，所以呢放这个把手，吼，啊，有土豆，啊，像我做起来呢，吼，吼，安尼好食看看。啊，我咧微信哦，微加这个看，你甲看这卤卵的顶广告怎么油汁，吼，拢一定爱甲画得出来，所以这样有较辛苦一下哦。后来，咱来先来食一碗一碗米糕的。今天要来去找找做台南米糕的原祖店。这间原祖店听讲就是伫旧金谷内底。你敢不过原来是大家？当然咯，当然咯。嗯，你坐位在？你阵坐位在？坐三。啊？三台啊。哦，坐三。坐三台啊。啊，有米糕，我们听讲我已经开始做起啊。对啦。完了。九十几张。九十几张啊。这种非常特殊的细碗米糕是在1927年的时阵，在台南西门圆环出现。创办人叫做蔡武基，伊在家己的码头看到人咧卖油饭，生意袂歹，伊煞想讲，安尼我敢唔当将着米糕嘛来做细碗来卖。然后搬来旧金谷这个所在卖，阿生意抢抢滚啦。米糕的料白啊，安尼较好用。
你米糕甲人诶工厂阿无？米糕哦，油工油工还油工，油工是有炒虾米安尼。哦，嘿，啊用诶米甲拢同款。米迄个油工哦，伊会当套材来米。哦，伊会当套材来米哦。咱这是专门拢准备着对。对啊，这拢纯。油饭甲米糕的无相款，是油饭会当加材来米，但是那是米糕呢，拢全部就是准备啦。哦，做这鱼头汤哦。素食煎肉，煎的肉。米糕制作是爱一透早起来，将着浸浸的诶糯米，甲伊煮好烧。刷咧爱做肉臊，甲炒着鸡翅酥，安尼才会好吃。素心汤是本来就真久了后才加入去的，一碗米糕加上素心汤，食卤鸭卵，哦，食了足饱的。青菜啊，青菜啊，做菜啊，做菜要做汤的。这间就真久米糕甲着萨卡里巴迄间英雄米糕有真密切的关系，所以讲起来因的手路真相款咯。我伫影片内底讲着鸡翅酥，其实不应该讲鸡翅酥，爱讲鸡翅糊啦哈。啊，这个糊呢是有汉字的哦，吼、哦，唔是讲安尼台湾话讲安尼拢无汉字，拢有。哦，这连前年啊讲迄个时代吼、哦，连亚堂都讲啊。后来。咱看这张图，这个是什么？哈，这呢，这是米糕，啊，这个呢，啊是啥呢？这个就是用这个鸡啊，哈，也就是这种叫做咸草啦，哈，啊，这种草啊，落去啊，挤出来，哈，诶，一个啊，算讲伊下边的这个容器，啊，为什么要用鸡啊？较简单啦，哈，这个饭巾边有一条饭巾是来盖的，盖的吼，伊的这热气袂走出去，这是米糕，米糕呢下边袂使用汤啊用，爱有透一挂空气，安尼。伊才袂吸袂来底，啊，上过头湿。所以呢，啊，这顶管呢，注意看，顶管这支是啥物物件？他们在伫内底有伫遐讲笑，讲或者是这个料白啊，啊，其实不是料白啊。这支我各位介绍，伊名称叫做假手，吼、哦，假的手啦。但是你若用一般的这个饭匙啊，啊，你看这米糕啊，黏黏的饭匙，规个拢湿啊。所以来靠着这种假手，哦，假手才有法度呢。啊，该切起来的时阵，未粘的饭匙的顶端，安尼就对啊。这是伫啊，台南听讲是龙胜米糕、英雄米糕发明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因为处理这个啊，米糕下边啊，咱咧讲吼尿布，咱台湾人讲什么尿足啊嘛吼。所以呢，伊这因为是家制作，所以伊号做家足啊，就是足伫下边的物件叫做家足啊，就是安尼来。啊，咱台湾人那是讲到米糕啊。在吹的时阵呐，会产生一种涟漪，叫做米糕想。所以讲啊，这個、人那想啦，吼、哦，意思讲你安尼作念的就对话啦，吼、哦，米糕想是真念嘛。好，来，安尼来看看这個、六成米糕呢，又特别来介绍的这個，咱来看伊的讲法。今日要带大家来学一句，食米糕的时阵应该爱晓讲一句话。这位是六成米糕第二代的头家。好，开始了。好，开始。这个就是咖猪啊，就是呢，咖猪啊。住伫米糕下边迄个草地啊，叫做咖猪啊。叫做糊包，啊，另外叫草包。什么糊包？哪一个糊？蒲，蒲扇的蒲。蒲包啊。哎。然后另外一个名字叫草包，所以有些草包饭就是用这个。姜草一种叫咖猪啊，咖猪啊，啊，八宝人讲咖鸡呀，咖鸡呀，哎，八宝是啊，按别我看，是啊，用火烤的，安尼较无空气呀，安尼较当闷在里面，蒸汽才会跑掉。啊，这有差吗？有差。哦，啊，无你空气安尼时好时坏，我也连面软啊，连面硬的。哦，是啊。哦，对，温度太一致。对呀。那环境嘛，比如它水当当啦，哦，清洁安尼啦，哈，这样很干净哟。哦，白变成水当当的呀，哦，杀菌中。
月哦。这是啥？综合。哦，那比较比人家那五个哦。哎，我准备到一点数嘛。哎呀，你爸还无关人去啊？我爸爸在处理。我伊个相片也无，你拢啊揭揭揭。我这是主板的，我以后换别板的。哦，你甲换掉就对了。你今晚上叫人很赶，就先做一下。哦，好啦，好，谢谢哦，好吃好吃。嘿嘿，啊，这个油崩吼，甲这个米糕吼，啊是无同的吼，他来队伍做过这个米露粿吼。那么有其他米糕做法无？有，咱等下呢休困者，我带你来一只。台湾泡泡澡，了解台湾的文化和文明，李上高，大家好，我是渔夫啊。咱讲到这个台南的一碗型的用这个小碗哈，去蒸的这个米糕啊，即嘛哦，因的容器大概是拢一定统一啦啦哈。什么统一呢？比如讲，咱来看这个，这是下大道南拿哈南呐哈南的米糕，你主要看呢，鸡手嘛有啊哈啊。那么呢，下边这个哈，咱讲哈。咱讲一般咧讲，即有竹啊、尿布啊，即个或者夹竹啊，啊顶管个即个绷筋，当然啦、啊，爱藏喺迄个耳朵起嘅汤啊内底，顶管佫起一个挂个，足重嘅挂哦，佮盖起来，安尼吼，水蒸气才袂走出来。咱来看下即间下大道南米糕安怎做。有人甲我自我推荐，讲伊嘅米糕真好食，所以我就来甲看卖咯。太自我推荐。这应该叫做三料白吧？这叫啥？这叫做那个啥？料白啊！料白、啊？料料米、啊？这叫啥？这叫做夹竹。夹竹。不管是料白啊，还是夹竹，这拢是真古早时代的语言了。对对对。安尼表示讲，有照古早的方法来。啊，我也有，我也有。都能喝。嗯。哦，这卤鸭蛋啊，卤鸭蛋。卤鸭蛋。哎，生意嘛未歹哦。米糕鸡粉哦，都能，啊这青菜，啊叫安尼，啊够味啦哦。素心汤。哦，这鱼皮汤，啊这鱼皮我拿上高啦。嗯。我传统的。一碗汤加一条，对面是康乐街一号。天都晚。都晚了，哦，好，真好，谢谢。快乐。大人要分，哦，两个人。啊，有甜。啊，甜甜的米糕。稀疏。啊，甜的米糕啊，咸的安尼啊。啊，甜的稀疏爱用一点啊，啊，香菇就是山参，鸡啊海参，啊，肉就是迄个诶。鱼啊嘛吼，海陆空拢有啊，啊做鲮鱼啊。哦，啊做啥？啊，这新娘登厝。啊？新娘咧，迄个登厝，诶，人咧结婚，无新娘要登厝，就爱有一个甜的，大个，啊，再一个细。我认真甲看起来，这间实在是保持了真侪古早时代的做法。咱伫内底有看到这个油崩，也冇看到这个啊米糕。但是我甲各位讲，米糕甲油崩是两件代志哈。米糕是纯的这糯米啦哈，那油崩内底就会当啊，这糯米甲这杂粒米哈，啊根据一定的这个比例来去用。所以呢，以前有一个人叫做苏东坡，苏东坡有一个这《求池笔记》内底提到这个油崩，歹势，这个油崩甲这个米糕啊无同款，好。那么咱来看这个呢，啊，这是另外一间啦，伊的做法嘛是拢安尼啦吼。但是呢，除了啊，啊，伊这个米糕啊，啊，他们都话咱有个人看坑的是这个黄瓜嘛吼，啊，伊坑的是无同款吼，啊，伊是塔古昂，塔古昂就是一种经过啊，这个啊腌制过的这种，即算讲萝卜啦吼，啊，萝卜已经变成黄色，腌制过啊，啊，比如讲这个是伊的这底卡吼，啊，底卡呢。当然啦，吼，又爱用卤啊，个卤甲好，安尼软软软。这内底咱要注意看哦，这拢有这个啊花生土豆伫内底，土豆一定要用咱台湾的土豆，用中国的土豆是硬壳壳啦，袂价值啦，吼。
佮个这鸭血吼，啊，台南鸭血是真常见的物件，每一个拢啊，算讲啊，真滋补的料啦吼。啊，佮个素心汤，素心汤我捌甲各位讲，素心汤啊是四神汤，不是四神汤，四神是这个算讲汉有名吼，所以呢，应该叫做是四神汤，嘿。这间呢，真心说啊，真侪朋友走去吃呢，啊，大家啊，讲我有不过一堆拢找拢无啊，即算哦，较偏僻的所在，但是嘛是同款，拢是照着这个台南的这个做法，咱做来去看卖。来，咱访问到头家黄良洲、小周周，来小周介绍你的米糕一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这哦是正传统的西的尖竹拉米，尖竹拉米，那是成年的哦。正传统，那些拢传统，家属啊，落去吹，啊用安尼用起来，啊这叠起来吼，拢水甲说袂使藏伤过侪，这爱渐渐加入，渐渐加入起来，口味较会真好食，啊这搁搅麻薯，这叠起来。那个啦，咱过来边啊，胡椒粉，胡椒粉，哎，啊，这传统的肉丝卤卵，啊，你肉丝是用对部位？啊，拢用石头肉，石头肉，石头肉，安尼搅起来，啊，佮有卤卵，无迄卤卵卤啦，啊，卤卵是卤鸭卵是哦，纯的传统的鸭卵，哦，啊，这佮鱼肉，鱼肉。鱼肉是鲫鱼啊，啊，鲫鱼啊，嗯，这鲫鱼比较较无啊多接受啦，拢一般的迄种、迄种啥，高尾鱼啊，哦，高尾鱼啊，是的，对，啊这哦，拢是安尼捞啊，捞啊，哦哦，对，啊个土豆，我个红土豆，我那是真侪行啊，哎呀，安尼是，你怎话袂话济？哈，怎话安尼？32号是啊，就是咱一间大庙的边啊。这间庙叫啥？这间江厝大庙。哦，来这甲问者，咱咱仁德交流道要往关庙的方向，哦，到一个中心路，哦，你甲问者，人就知啊。OK， 好。好嘞，好，一礼拜同一时间再会，我是渔夫，拜拜。